开发区滨海园区，秉承正德厚生、臻于至善经营理念，以生产钢带起家，并逐步拓展于不锈钢管材、管件以及配套工具研发、生产及销售。沉着经营，稳步开拓，务实不骄，历经八年拼搏，如今郑康已成为国内外知名品牌，年产值2亿元以上，位居国内铜业前茅。问渠哪得清如许，唯有源头活水来。郑康以科技、人性、健康、环保为产品设计出发点，以灵活多变的研发理念，专注于不锈钢管产品的开拓创新，不断推出令人振奋的高端产品。2005年2月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并获得多项专利，代表全球领先水平的郑康卡凸式薄壁不锈钢管的问世，无疑把郑康带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代。卡凸式薄壁不锈钢管凭借其独具特色的连接方式，大大降低了施工难度及维修维护成本，提高了施工效率。良好的密封性能以及严格的选材标准，让郑康卡凸式产品真正迈入世界顶尖品牌行列。凭借灵活多样的连接方式与良好密封性能，郑康卡凸式产品荣获国家多项专利及各类检测合格证书。卡凸式薄壁不锈钢管一经推出便轰动业内，赢得众多商家及用户的推崇。2007年，郑康公司引进德国维嘉双卡压管件技术，经自身技术革新，开发出双卡压式管道系统。双卡压管件不仅具有单卡压管件的优点，与单卡压管件相比，抗拉拔力可以提高1.5倍，密封圈阿口外的管件敞口可以起到抗折弯、抗震动、外力破坏不会影响阿口的形状，有效防止外力引起的渗漏。双卡压管件使密封圈处在密闭稳定的环境中，可有效提高密封圈使用寿命等优点，更适合国内安装使用。郑康是国家级高新企业，在研发优质产品的同时，更注重生产设施的更新换代。郑康拥有国际先进的不锈钢冷轧制管设备生产线，以及铸件精加工数控设备、精密检测设备。郑康公司严把质量关，拥有中国建筑集水排水研究分会审核授权，成立全国不锈钢管道连接技术实验室。郑康管道连接技术获高新技术企业研究开发中心认证证书，原材料经材质检验、力学性能检验进入生产，成品经100%气密性检验，管路组件经冷热水循环实验。震动实验、交变实验、正压实验和抗拉拔实验，确保产品质量。郑康坚持以创新赢得市场，凭借其强大的生产与研发能力以及良好的行业环境，正努力把郑康打造成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品牌。郑康公司经多年发展，产品经市场使用获得广大消费者认可，产品获得住建部康居认证、高新技术产品认证、工程建设推荐产品，并在太平洋保险承保产品责任险。公司还通过 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、 ISO 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，荣获重质量守诚信优秀示范单位、浙江省工商企业信用3A级守合同中信用单位、国家高新技术企业、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集水排水设备分会会员单位、中国燃气协会会员单位等殊荣。凭借高品质的产品和优质的售后服务，郑康管取得广大客户的信赖和认可。样板工程有北京奥运会鸟巢、水立方、奥运村项目直饮水系统、
并获得北京奥组委及北京新奥集团的表彰。上海世博中国馆、广州亚运会、华尔登五星级酒店、凯宾斯基五星级酒店、河南省人民医院、西安行政中心、上海申花大厦等国内大型重点项目均选用正康薄壁不锈钢管。海纳百川，博大无垠。博采众长，以为我用。正康不断吸收国际先进研发理念，用创新思维融入时代发展，以卓越品质博得喝彩，广开经营渠道，服务全球市场。如今正康产品已远销海外2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宽博厚爱，实力为民。天有好生之德，正康以环保事业为己任，以关注健康为战略，顺应全球发展潮流。8年来，正康不断为国家环保事业建设、和谐社会构建、民生品质提高竭尽所能，这是正康品牌价值的升华，更是正康博大胸怀的展现。以人为本，润泽感恩。在正康，容忍失败、鼓励创新的人才观是以人为本的真正体现。正康真是每位员工的创造，更尊重每位员工的选择。开放的人才竞争环境让正康充满活力，人人是人才，赛马不像马是正康快速崛起的有力保障。长者天之道也，长之者人之道也。正康用真诚感动员工，以真诚赢得信赖。正康正不断践行企业使命和社会责任。立足中国，走向世界，正康将一如既往秉承团结、拼搏、诚信、创新的企业精神，以品牌为基础，以顾客为中心，打造中国新型广告行业第一品牌。滔滔江水，今朝潮头鼎立，奔腾不息的长江，用它狂放的激越，携华夏文明迈向更广阔的远方。正康领航的时代已经到来，一个伟大的时代需要不朽的序言和雄浑的重音。这是正康奔腾九州的豪迈，这是正康立住龙腾的凯歌。